讲错啦，还有谁？还有谁呢？今天我们要干嘛呢？今天我们要玩一款游戏，叫做《王牌竞速》，它也是一个赛车的游戏，但它很特别的是，它可以捏脸。那我们现在挑战一下，看可不可以把自己把它捏成自己的样子。好，看谁捏的最像。好。不好意思，我没有讲到重复的话。捏脸呢，它这边有很非常的发多的发型让你选择。重点是它连五官，你看它精细到连苹果肌哦，苹果肌好不好都可以，真的耶，就是对它可以在你的五官就是非常的细致的。我刚刚最想要处理的第一个部分就是我的眉毛，但是我发现我现在是妹妹头，我想去找一下我的头发要怎么改造一下眉毛，我的眉毛，我的颧骨。眉毛应该算蛮细的。摄影大哥呢，帮我们拿了我们长的样子，他帮我们拍的美容照。但是呢，这大概已经是我2020年前，甚至3年前的照片。我不喜欢他这个，眼皮上跟眼皮下，我把它开到最大化，我会变成眼白超多。目前来讲，好像有一点难，因为我们女人呢。总是会想要把自己修成最想要看的样，就比如说我们拍照完之后还是会修图，所以我们现在要自己的那个修图模式这样子。我们现在就在修图，对。所以大哥，为什么你要来张脸？很不像是不是？我把眼睛调小一点了。哇哦 ，You are so hot。这瞳孔可以换颜色，我喜欢碧绿色。你们不觉得碧绿色的瞳孔很性感？嗯，我戴绿色。对啊，它现在啊，韩国很流行花瓣唇，它这里面竟然也有花瓣唇哎，好性感哦！然后它各种唇都有，也有这种欧美风唇，这种哇，这真的是韩国老师会教的耶，这种也很漂亮，妆好浓。调回他刚刚那样子，我正在找哦，这个橘色蛮适合我的，这个偏橘色，这样子有没有很时尚的感觉？我的嘴唇是黄色的，哇哦，你的嘴唇要用黄色的吗？我最近看那个时尚米兰时尚周，他们就是嘴唇都不是红色的。哦，对。没错，那边是时装周，但我没有去。你们觉得我黑的样子好看吗？你好性感哦！你好性感啊、哦！欧美黑人这样子。对。哇，你们看，他竟然还有衣服可以换哎！他的衣服呢，有这个朋克风，然后这个是应该是夜店风，还有这个穿旗袍的。我呢，首先呢就是有。刘海，刘海是我的标配，好吗？然后呢，眼睛呢，我特意给它调小一点，又符合我的那个五官的那个大小。嗯、然后脸呢，我给它上面给它拉宽。然后嘴唇呢，就是用我平常会擦的橘红色，然后眼影也是平常会的橘红色。好像就这样了，差不多了。但耳朵它不能调，耳朵的大小不能调。我呢？因为我最近啊，就学了一点，就是我像我这一件这个眼线就画跟我一模一样，我也是往下画的，因为我平常有凤眼，所以我挑眼线是往下画的，这样子跟我一样。然后我最近呢也换了这个绿色的隐形眼镜，它跟我画一样。我跟它完全不一样的地方，我认为就只有嘴唇，其他地方应该都是一模一样的。你为什么要这样笑？我刚刚呢弄了一个短发辣妹，她摄影大哥说要我们用想象的那样子，我想要一直很想要尝试短发，所以我就用了一个短发辣妹。然后我的眼睛呢，我用了一个很 bling bling， 这边还有贴亮片，就是一个叫什么女团的感觉，女团妆，对，女团妆，对，大概就是这样，没有一点像我。是我想要成为的样子、啊、Super Idol Super Idol 很嘻哈的妆。我们捏完脸了，然后我们现在用我们自己的样子跑一局、啊、好好准备，这个是组队赛跟别人，我们三个有团服，对，我们穿一样的衣服，其实大家都穿这样。
不穿这样子就知道是新手。哎，这是不一样的地图吗？它好像是雪。这真的是不一样的地图哎，完蛋了！我们现在是不是跟真人了？我们刚刚白练习了，完蛋要认真了。等一下哇，这个女生算是老手，她穿这个不一样。Perfect， 这个开始很，很不开心。我刚刚忘记，我现在是第一视角，我不会跑了。忘记改，我现在没有手可以改变改。好像胖胖的。我那天第一次看图文字典，我发现他跑去哪了、哦？完蛋！这个车好弯，这个路线好弯。这个就是那个山路。你说你第一次看图文字典，然后我发现他们跑山路的时候啊，就是要想办法不要让人家超车，所以要靠近内圈吗？没有，就是要看你后面的车子在哪里，要看后照镜，你要挡他。对。哦，这就跟那个游乐设施一样。那么漂亮，加速，对啊，这个隧道很漂亮。Pola 停跟 Bella 就在我后面，我们这一对非常的厉害。对，虽然我们一直在开碰碰车，对。哎、欸，你为什么停在这里？哎、欸、呦，我刚刚要撞墙。我想，我怎么停在这里？哎、欸，这边有捷径哎、欸。哎、欸，对啊，有捷径哎、欸。是吗？那是捷径。对，那是捷径。你有走吗？我走了，我走到了，好，很棒。哎、欸，捷径差很多哎、欸欸，没有哎、欸，哎、欸，真的捷径，我走的不是捷径哎、欸，哎、欸、哎、欸，原来我走的不是、啊，哎、欸，有捷径差很多，你那湖南一号里面，对啊，我怎么会在这啊？所以表示他要走，他走到两个捷径啊，哎、欸，我车长派给，嗯，我的车子好像有点怪啊，先怪车，不是他一直，因为他一直出现那个惊叹号，啊，其实你要修车吧。他刚叫我开心服务，对他刚刚也叫我，太好笑了吧。然后我就真的给他开起来，太好了，只有一圈。Yes， 嗯，我觉得他的地图景色好美，真的，真的很像真实的。如果我们今天是用电视玩的话，对，而且他还有第一视角。对，我刚刚就是用第一视角跑，哎、欸，真的撞车，很像自己撞不到。OK， 这就是我们今天玩的王牌竞速，大家有没有喜欢看我们玩这个？如果有的话呢，在留言下面。加一，如果加一够多的话，我们暑假就会来直播这个游戏，大家可以跟我们一起玩。那如果大家喜欢的话呢，记得在下面帮我们点一星的赞，我们就继续拍哦。然后记得帮我们订阅、分享、看一看。那之后我们下次再见喽。拜拜。